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，带希望入人群中。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，将温暖带入世界。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，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。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付出我所有。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用你爱来充满我，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。我的名字是沈方祖，我现在12岁，我已经参加南少年军已经3年多了。我参加南少年军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他们来我学校做了个表演，我有兴趣参加也参加了。在南少年军里，我学到了许多技巧，其中一个是分工合作，我也学到了将玩各种各样的音乐曲。我叫 Cobra Bone 来自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 Cobra James。我参加 BB 已经有6年了，从我小学6年级到现在。我小学从4年级参加现在，我今年参加 BB 第8年。啊，比我多了很久。所以你是为什么会参加 BB 呢？啊，其实我会参加 BB 是因为我小学有，我是给我一个小学朋友带进来。我这次呢，我妈妈，我是在进广南服饰的。所以我妈妈看到那里的有一天南少年组的时候，我妈妈看到那里的南少年军很优秀，看起来很 gay 很闪，穿着 uniform 这样，我妈妈也想让我变成那样，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参加了 voice weekend。 然后你参加了 BB， 你有学到什么东西？好，其实我在 BB 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不过我只能够说，当你自动把你自己 put yourself out 的时候，你才会学到东西。如果你在 BB 比较安静、比较不讲话的话，你比较难学到东西。而且我学到东西呢，就是怎样跟人家合作。就算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不一样的性格，所以你说我们要学会怎样跟不一样性格的人合作，怎么管理时间啊、teamwork， 还有什么啊、discipline 啊、discipline， 这些还有啊，就是这些东西。对，啊，我是 Lieutenant Desmond。我参加了 BB 从1999年 as a junior boy 到2008年discharge as a staff sergeant， 然后到现在我做了 officer 5年的时间。那为什么我会继续留在 BB 侍奉？是因为我觉得 BB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为了有朋友，跟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然后也因为之前参加 BBS 一个 boys， 我在这里学习到了团队的生活，然后对我的人生也有很大的冲击，可以这么讲。所以我想留在 BB 侍奉，就是因为为了让青少年人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平台，能够帮助他们以后出到社会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观念，能够自力更生，然后也是有激励的去做好他们生活当中所要做的事。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，再一次紧握。
身体